主料，面条100克，辅料，肉油、盐、味精、酱油、醋、蒜、葱、酱辣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烧水，加入盐、味精、酱油、葱和蒜，放上肉油，加烧开的水搅拌下，煮面条，煮好盛好，加点醋，成品，分了小半碗给女儿，然后自己加了酱辣椒。烹饪技巧，吃得了生姜的朋友可以放些姜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